大家好，我是易阳。有很多人想减肚子，但是又没有时间。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三个坐着就能练腹的动作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，还能够打造漂亮的马甲线。第一个动作，来做菜单车，激活腹部核心。首先准备一条有靠背的椅子，椅子的高度最好为本人坐下以后大小腿弯曲大于90度为最好。身体稍微后倾，坐在椅子上，收紧腹部，两手扶椅子的两侧来固定身体，保持不动，双脚离地，一只腿伸，一只腿屈，两腿做蹬自行车的动作。收腿的时候大腿尽量靠近胸部，伸腿的时候膝关节尽量伸直。这个动作12次为一组，共做4组，组与组之间休息30秒。第二个动作是交替抬腿，还是保持上一个动作。